大家，Hello， 大家，我今天要中午要做一个香肠焖米饭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今天早上出去办了点事，然后不是说今天有那个圣诞 party 吗？所以我现在就要来收拾家里，然后以及准备我们今天晚上火锅加烧烤的食材。然后大家看，给你们看，我圣诞树现在已经弄好了，现在是没有开灯的样子。然后我下面准备了三份礼物。全部都是我已经准备好的食材，金针菇、虾子，这是什么？呀，鸡翅、莲藕、土豆、牛肉，哇 ！Hello， 大家，我刚刚洗完澡，然后我现在在吃午饭。午饭就是吃的我早上弄的那个香肠焖饭，你们看一下我的饭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我现在利用 party 开始前的几个小时编辑我的视频，然后现在视频已经编辑完了，我好激动啊！最近在录 vlogmas， 然后我觉得每天还是有点心力交瘁的，因为每天都要按时完成任务。因为如果今天的视频我留着不剪的话，留着明天，我明天就会任务特别的多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要上传啦，耶、yeah! ！看一下烤的怎么样？叫什么？圣诞。来了，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又丢给我了呢？圣诞 BBQ， OK。因为还加点什么吗？这个虾我刚买的带壳的，你看见没？哇，这么厉害！哎，那虾烤好了没有嘞？哦，虾很快，不过你再等一等吧。没有，我主要觉得好像有点鸡肋耶，因为回头洗完得花时间去洗了。这韭菜应该很快就熟了。
半夜我先加少一点，我半夜上厕所都一次，我这次是这样刷上去，是不是？小白觉得刷上去说好点，但是我真的看我半夜的时候，我妈妈那太搞笑了，他自己手过了。不，我妈呢很喜欢呢，把那种药啊什么的拿着很好看一下，收起来。妈妈，我妈又回到家，一看，咦，什么东西都没少，放还好好，不拿过来过了。冲冲冲冲冲啥上面啊？没有，先剪好了再把它剪好了。咦，很多东西来了。妈呀，你不敢等我剪好了你再撒吗？要不然我剪完以后你都没什么。拿个剪刀来，干净吗？来来来，小羽毛是烤冷面，你要哪个？要 red 还是要 green？ 要 red 还是要 green？ 哇，快打开看一下，里面什么东西？没，没关系，没有网红，原谅我，对对对，两个大礼包，你是谁？大礼包怎么？快拿出来看看什么东西？你看，这是你的，快打开看一下。哇，这是不是圣诞老人给的啊？圣诞老人给你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拿的是饼干。哇，小车车啊！完了！哇，真的烦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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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吃完还可以吃气，我觉得这个好。
顶锅居然可以挡子弹。应该来说，本来三百五。好了，我叫你张爽。你的音是对，但是节奏不对。节奏对。对，你音是对的。来，预备。预备，走。董老师先自己走一个。预备，开唱。好嗨哟！是这样吗？嗨哟，这唱啊，就唱一句是吧？是吧？怎么还有？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。哎，不是先高潮吗？先高潮还是高潮？对，好像是先高潮。哎，感觉不懂这个区就没有了。Separation brings. You never let me go.